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哎，今天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啊，就是小米给我寄来的这一盒一起起飞，一起飞跃吧这个月饼，还是第一次收到小米寄过的礼物啊。这个我们就一起来开箱见证一下啊，来看看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啊。哇哦，一起飞跃吧，这是一个海报。一起飞跃，哇！这还有一个袋子，哇哦，不错哟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一个飞盘，哇，好高级啊！当当当当，应该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了。好，没有其他的了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几样东西啊？好，这个是月饼本体，这是一个飞盘，这是一个小米的袋子。哇哦，这东西我挺喜欢的，小米的袋子我挺喜欢的。然后这一个海报，这个飞盘我也不知道能干嘛。嘿，嘿，哎，哇，它这个做的是一个月球的一个纹理。我靠，可以的呀。啊，背面还有一个，有哪几种月饼？哇，这能打开吗？应该是有东西的呀，这个应该里面有东西的吧？那可能我想多了，没东西。当当当当，哇哦，就是这几个月饼，不行，我得拍个照啊，多少也得给大家给尝一个，对吧？看一下，就随便拿一个吧。奶香芝士星空酥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就来尝一个这个星空酥啊，来试一试这个味道都究竟如何。哇，好香呀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咱毕竟不是美食博主啊。不错，不错。